感谢大家今天来这边来听我们的跨域英语阅读素养的课程。那我是敦煌教育集团的 Iris， 非常高兴可以认识大家。那我们只要有经过的老师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一起听。那待会呢，请老师们把自己当作学生，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课程大概是怎么样设计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很丰富的奖品，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的回答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老师们平常英语阅读的时候呢，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图。大家在备课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哦，劳碌我吧，太累了，我的天哪！然后呢，为了让我们阅读课很好玩，老师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去想活动，去动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的天哪，要带一大堆东西，超级辛苦。对，最后呢，老师教完课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睡死，跟你去健身运动一样，一回到家就不行了，我要睡着了。但是呢，我们希望可以设计一个课程，让老师跟学生都可以好玩，而且又轻松。那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当然，老师都知道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游戏式的教学，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的就是要好玩。那接着呢，我们是跨域课程，因为英文，哇，英文老师很辛苦，很多东西都要融合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一个跨域的英语，让老师们教材准备非常的轻松，直接用一套教材就可以教到 art, science, fiction, social studies, 甚至是 sports 都有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些课堂里面来让大家体会一下，从 warm up 到 story 到最后的 wrap up 或者是 group activity 都可以很好玩的方式来参与。那等一下呢，我会抽出非常多的奖品，那我们的家长同学也都可以直接入座，我们等一下会有活动，会有奖品哦。那等一下活动呢不会很难，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不会害大家的。那大家可以先帮我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呢我们扫一下这个 QR code， 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还有课堂上的回答。温馨提醒，如果您是使用苹果手机的老师，可以使用相机原相机来扫描，用相机扫描，不要用扫描QR code 扫描器哦。那如果这里先关掉哦。好，我们就来体验一下。一开始呢，哇 ，so many colors， we have to catch their eyes， right？ 我们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看到好多好多的颜色，我们先来做一个暖身。小朋友很会的是什么？颜色，对不对？颜色都很熟悉，我们就可以来，老师跟着我一起伸出你的手，我要看到各位老师的食指，很好，非常好，老师都没有五十肩的问题，很好，手举得很高。OK， point to something red， red， point to something blue， point to something black。老师就跟着我指，到处都有，对不对？ Very good，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暖身活动来带一下学生上课的气氛，先让他们暖起来，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有没有看到上面？我们稍微进一步，比较难一点点的，好，进入这个很多的文具，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来玩 stationery。stationery 可以怎么玩呢？ OK， 我们可以 point them out。但是呢，你进阶一点，你直接请小朋友上来，他是可以多点触控的，所以你可以找三个、四个、好几个学生一起来分组派一个代表来把 ruler 写出来。我可以圈，我也可以用写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游戏很难的就是，我先把学生叫起来，然后我再考你，我要你圈出一个东西，但我先不跟你讲。是不是不好找？好，我现在呢可以来试试看哦。我就不点名了，我来看，我来听老师内心的声音。这个老师内心没有在呼喊，这个老师内心在呼喊说选我选我选我。好，老师帮我上台好不好？好，我们给老师一点鼓励好不好？大家当学生上台不容易，当老师上台也不容易。那这位老师，我也听到您内心一直说选我选我选我。啊，对不起，老师声音应该比较好听。刚学的烂声音，来来来，老师来，好，那我们呢？我们简单体验一下，我们用圈的好不好？所以老师来帮我看了这张图，看一下这些文具哦。老师，台下老师也可以一起看。好，我等一下会念一个文具，请你们圈出来，我们看谁比较快。Ready, marker， 加油加油！哎，等一下 ，marker marker marker， 哎哎 ，very
老师，我们也送出我们的小礼物，谢谢。你看，答不论输赢，我们是都是有礼物的，好不好？我们给两位老师一个鼓掌，很好。有没有看到？有时候连老师都不小心，这个是什么 ？Pen， 对，是 pen， 对不对？那这个才是 marker， 老师就可以提醒一下说，哎，还没答案还没出来，那他们学生就会很开心。那台下的老师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赶快find out marker where the marker is right，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 warm up， 让老师们体验一下，学生觉得很好玩，你也可以再多玩几个来帮他们复习。那如果说你学生很厉害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这边点一下，哇，超多英文的，好不好？如果学生很厉害，那他们也很好学，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补充。那接下来呢，我们暖身好之后，要慢慢的进入到课程里面，我们要给他们更难一点点、更有挑战性一点点的东西。这个呢，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先念第一句就好 ，OK？ The world， 然后一二三 ，Go。The world's biggest crayon is called Big Blue。Very good。那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讲说，哦，所以刚刚我们有 crayon， 其实前一页呢有一个crayon 可以让学生圈，那圈好之后呢，我就会让学生刚刚在小展场我就有这样玩。来，大家的 crayon 多大？比给我看，一个 crayon 大概多大？哎，对，差不多这样子嘛，对不对？那我们最大的 crayon 可以到多大？大家比比看，比得出来吗？最大，我人比较小，最大就只能这样，150公尺。那我们看看世界上最大的 crayon 到底被做到多大？一个呢，我可以问就是 What's your name?Alice， 很好，这是 Alice 老师，对不对？那我们的 crayon 也有一个名字，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念 ，What's your name？ OK， go。What's your name？ Good， 他说 My name is Big Blue。那我们就可以问学生 ，Teacher Alice， can you stand up？ Thank you。好，我们 Teacher Alice 有 big 吗？大家小小的摇头，对不起老师，我不是那个，我也是 small Iris， 好不好？那我们也是 small Alice， 好，谢谢老师可以帮我们坐下来。那所以我们 big blue 它要够 big， 我们现场的在座所有人都不 big， 我们的 big blue 才是 big， 因为它有多大。我们接着念下去 ，it's about go 4.6 meters long， 好听，先到这里。好，其实我在教学生这里之后，我们可以先教他这个怎么念 4.6 right， 所以呢这边呢就可以先教他这个数字，那接下来呢这个数字也可以教，在这个数字也可以教，怎么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先请他先念这边，然后再念 1000 1000，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呢老师们都知道，我就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重点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这一篇一个小小的文章是有蹊跷，我们要注意什么？数字，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就会着重在这个数字。请问学生会知道4.6公尺是多大多长吗？不知道，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带他们看一下。哦，来了，游戏，对不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来，我们先念一下。好，等一下哦，我这里移一下哦，我会先问一下学生，请问。你们刚刚看到了，记得我们暖身的时候有很多的 stationery， 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 Ruler。 对，很好。常常问他们一些他们比较会的问题，他们就很愿意回答你，很愿意参与。所以呢，这是一个 ruler。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 Big Blue。嘿，哦，我们记不记得它多长？来 ，everybody， 4.6 meters. That's right. So let's check if it's 4.6 meters.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来量量看。哇，完美的4.6，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比例尺的一就是一公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猜一下，这里有四。五个 transportation， 对不对？那学生知不知道这些 transportation 实际上有多大？大概知道，对不对？他常常看到嘛。所以呢，我就让你们各位学生来猜猜看，请问哪一个是 4.6 meters？
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好玩的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点这个 transportation 就会有它实际的大小，所以你现在看的不准哦，因为不可能公车只比车子大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请各位手机帮我拿出来。好，我们要开始课堂喽。我们大家先心里有一个答案，心里有一个答案。我们等一下呢，会让老师用抢答的方式来体验看看这个东西要怎么玩。好，后面有老师想要加入课程吗？只要偷偷的点个头，我就知道没有。老师笑笑的看着我，没有。好，准备好，我们抢答，比手速哦，抢要像抢演唱会一样认真哦，开始。哎、欸，好快，好快 ，Alice 老师 Alice 是这位吗？啊，是老师，太厉害了。那我们老师请上台，请上台。我们来猜一下，我们让学生猜猜看，点点看。吼，我这里先关掉。好，请老师选择您的答案是，先点一下。哎哎哎哎，哇，怎么办？老师来，我们帮他转一下，那里有一个转，没错。好，没有错，老师会用，非常好。请问一下，公车有 4.6 公尺吗？好，老师再帮我转，对对对，谢谢。转正。好，我们请老师帮我们量一下，公车有几公尺？ Oh no, oh no, how long is a bus? It's 10.5. Very good, it's 10.5. 老师非常好，我们给老师一个鼓掌，谢谢老师。所以呢，我们谢谢。请问一下 ，bus 有一样长吗？没有，所以你们在路上看到的 bus 是 10.5 meters, right?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4.6， 我们要找大概公车一半大小的 transportation。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抢答一次，来看一下大家心中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好，老师们，手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跟抢蔡依林演唱会一样哦。来，一二三，开始。好，哎，很快 ，Join Do， 老师非常好，哇，老师很厉害，请老师帮我上台，小心哦，选您的答案，来猜猜看。Oh, sorry, good。好，老师帮我们量一下。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哎，老师再拖拉它没问题，把它往下拉。很好很好，老师很温柔，点得很轻。哇，老师，请问它是多长？Very good, 4.6. 老师答对了，谢谢。老师，老师礼物帮我领一下。别忘了小礼物。谢谢谢谢。Last ride， 所以我们学生就有一个概念说，请问一台车大的蜡笔，你拿得起来吗？拿不起来。哎，刚刚我在后面上课的时候，有学生说我拿得起来啊，很厉害哦。但是记得它多重吗？我们让学生有一个概念，这个蜡笔就是这么大，跟一台车一样大，对不对？好，我们多重？我们教学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游戏，但这边呢，我把它留到最后，让给大家一点小惊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到我们的课程。那这一篇在讲的就是什么 ？Fiction， Alice in Wonderland， 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文体来带学生念过去。当然，我们刚刚说什么？游戏化。不会只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这里呢有一个 spotlight， 来这边哦。请问这样要怎么读？这样是要怎么读？哎，没有啦，它可以拉啦。所以呢，我们可以，老师有没有心中有一个感觉？我把它关起来之后，你就会突然很专心。我如果只有全部都给大家看，大家就不会那么专心了。来，我们现在呢，只要看第一段就好。好，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 focus 在第一段？来帮我在心中把它读一遍，可以吼，把心中读一遍。大家英文都很好，看起来都胸有成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念一下这一句。OK，Ready Go。Alice is sitting outside with her sister. Very good。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有很多字，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可以跟学生玩一个游戏，我就偷偷把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好，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念一个字，比如说 book， 他就要找到 book。那如果我念单字的话呢，他就可以找到 dreams， 对不对？或者是呢，我也会让学生玩一个游戏，就是我指到哪里，
我请学生上来，指到哪里我们就念到哪里。那我们呢，简单的来试试看。我听到这位老师内心的声音说：“我要试试看，老师帮我试试看，可以吗？”做什么？就是我们来一句一句的把它亮出来，然后让台下的老师念，我们是两句就可以了。可以，谢谢老师。那老师帮我上来。谢谢老师。来，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着这位老师，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学生，然后呢，他就会指，老师就是帮我移着这一句，然后等大家念完，再帮我往下移到第二句，可以吗？好，老师来，这个交给您，老师可以不用，可以一起念，或是不用念都没有关系。那我们跟着一起喽。好，老师帮我准备，对，手指头可以先按住这个，对，好。按住中间，很好，好，对，不要动哦。好，我们念完才再往下哦。OK， 那我们快点念完，不要让老师手太酸。好 ，One, two, three, go. Alice is sitting outside with her sister. Very good. 好，老师帮我往下。好，来 ，Her sister is reading a book. Very good. 谢谢老师，非常好。所以。老师帮我领奖品，所以我们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当然，它有很多很多的变体，不只是这个 spotlight 而已，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体会一下还有哪一些游戏可以玩。接下来，大家帮我看一下我们 highlight 起来的字，粗体、亮字、亮色，对不对？单字嘛，单字要干嘛？来，请大家跟着我看一下，这边我把它。藏在这儿，哎呀，这有一个什么东西？请问一下，这什么？遥控器。谢谢，我听到这里的声音，还有大家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这是遥控器，对不对？更，那遥控器要干嘛？好，学生很吵，我干嘛？我按一下这个。哎，这里。静音，请不要讲话，对不对？但是呢，我今天要玩的不是这个，我要玩的是，噔噔，这是什么？机器人，对，机器人要干嘛？大家知道机器人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吗？但是我现在呢，就让学生来念，但是我不要他念全部，我要他念单字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试一下，请大家拿出我们的手机来，然后呢，我们要来念声音了。我们从机器人开始。等一下，请帮我用机器人的声音念我指派给你的句子 ，OK？ 我们来试试看哦。我们来第一个选一个有单字的句子 ，His hair was curly and white， 对不对？那等一下呢，请你对着手机用机器人的声音把它录下来，我就可以播给大家听 ，OK？ 好，我相信老师们应该都非常的会表演哦，我最期待大家的声音哦。好。那我们要开始测验。好，老师，请老师们允许一下麦克风的权限哦。如果允许了，就可以录音。那记得录好音之后，按下纸飞机的图案，送出你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我来选，我都不认识大家哦，哈，所以我没有好。我来看一下哪一位呢？哦，这个 Purple 老师，我来试试。His hair was curly and white。来，名字。His hair was curly and white。His hair was curly and white。哦，这个机器人很人性化，这个很进化的机器人太厉害了。我来听有没有比较旧的机型啊。His hair was curly and white。哦，非常好，这就是我的比较旧的机型。His hair was curly and white， 对不对？那刚 Purple 跟这个，我刚刚是播到 Alice， 哦，我刚 Alice in Wonderland 就记在脑中了。Purple 老师帮我举个手，哎 ，Purple 老师。原来是你，好，送一个礼物给老师 ，very good，OK，、okay, 那我们这边呢还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遥控器，我其实还有其他的，我来，有没有老师想要帮我按按看？可以随机点一个，老师，哎，麻烦老师帮我点一个指派给大家要念什么？哎，哦，哇，老师选了一个最难的，这个是什么？Frankenstein, that's right. What's the voice of a Frankenstein? Oh no! 老师选一个很难的，大家要不要挑战一下？Alice 老师，眼神空洞，眼神空洞。Alice 老师有点抽象，你可以先来一个示范，是不是？对。哦，好。哎，我想要强一点的句子，好，这个好了。Sometimes he dreamed about
take a trip， 这个就是有一点，我说他 dumb dumb 对吗？因为他是人造人嘛，他有一点 slow， 然后声音 very deep， 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 Frankenstein。好了，我让老师帮老师选一个这个 witch， 大家应该最会了吧？我本来内心就是一个 witch， 没有，所以呢，我们来用试试看 witch。我希望听到一些很美妙的笑声 ，witch 的笑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老师再来试一次。我等一下要来播我没有刚刚没有念过的老师。好，这一句来，我等一下会安静。好，不是就是让大家来录你们的声音，我会安静一下。好，请大家开始。我要用 witch 的声音。好，那我们来播播看刚刚没有播过的，来这个 Snow， 我们的 Snow White， 不知道是哪一位，来听听看。那 Snow White 有点太长，好像不是在念这个句子，对不对？我来试试看这个，嗨，我在这里。我这听起来是模仿刚才第一个机器人的声音，这个是蛮特别的，而且有点恐怖片的感觉，蛮成功的。这一位，嗨，我在这里，嗨，我在这里，帮我举个手，嗨，我在这里。原来您在这里啊，你在这里。来来来，请您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厉害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选很后面的？有。那我来再来播一个连。Sometimes you dream about digging a tree。这个巫婆也是蛮有特色的，对不对？萨满奶奶，蛮有迪士尼的感觉。这一位连老师，连在这里，老师，原来真面目在这里。我们刚刚的迪士尼 witch 版本的真面目就在这。Very good， 这就是有很多，我们还有什么圣诞人，然后哭哭笑笑生气狗狗跟猫猫，可以让学生来试试看，然后来用不一样的声音来念过去我们的单字，对不对？那现在呢，请老师用你厉害的眼力跟脑力把我们的单字记下来。 Trip sometimes right world curly， OK， 记下来了。我们下一个很难哦，后面的老师也可以一起来找找看，我们下一题困难的来了。 Wow， 请问一下单字在哪里呀？老师可以不要客气，我们前面都还有位置，可以尽量坐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一个椅子一组，一个椅子一组，一个椅子一组，好不好？如果只有一个人，老师两位可以一组，好吗？老师还是老师三位一组可以吗？谢谢老师。好，我们三个人力量才够，因为这个不简单啊，对不对？好，我们来找一下 ride。跟 trip 在哪里？帮大家降低一点难度，我们找两个字就好。Ride a bike， ride 跟 ride 跟 trip 在哪里呢 ？Take a trip 的 trip， 好不好？后面的老师如果要参与的话，可以尽量就是坐我们的椅子。OK? 真的藏得很好我都没看到。很难等一下，有老师找到是不是？好，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我只有看到右下角有个 world。老师走很快。那我再加买一个 ，sometimes， 太长了啦。sometimes，OK、okay?。那刚刚这个老师有举手，对不对？好，老师也有举手，对不对？好，老师可以，对，三位老师帮我上台，圈出你们找的字。先抢先赢哦，老师等我。我觉得老师们的眼力都好厉害哦。先抢先赢哦，找到就不能再找了。Sometimes。被找到了，没关系，我们还有 trip。Trip, 我们还有 ride 在哪里？哎呦，大家都知道找鞋的很快很快，来再来，很快很快，来还有没有？Ride， 好，谢谢，老师，有，老师给他们一个鼓掌好不好？老师很厉害找很快，花不到两分钟。没错，这个我自己都找很久啊。老实说，这个真的不简单啊。但是呢，学生我会请他们找完之后，还要在这里写一下单字，对不对？我们体验一下。好，我们这个 ride trip 跟 sometimes 让他们练习一下单字。那我们教完课文后，除了单字以外，课文也要复习的吧？对不对？对。好，我们有一位同学，你等一下只要有回答，我就送你礼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玩一下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呢，我们是有分难度的哦。各位老师来看一下，大家要不要挑战自己？我们有 easy、medium 跟 hard， 来想一下老师要选哪一个？这个呢是什么游戏？刚刚是单字的复习，我们要有课文的复习嘛？这个是 Alice in Wonderland， 大家比较知道这个课在讲什么，对不对？ Alice in Wonderland 的复习，来，请问我们老师要挑战什么？来，我们新加入老师，请问您要挑战的是一二三哪一个程度呢？ Easy 啊。Easy 吗？非常好，老师太有骨气，太为帮大家争取福利了。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规则，等一下。哎，请说，请说。只要是教师组的，我们的难度往上加两级。往上加两级是不是有这个规则？是不是？所以是 hard。Hard。Hard。没有要放过现场的老师啊，各位。我们来挑战一下下，来试试看 hard 是什么？哎呀。Hard 就是这样子，我们有 to 又有字了，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要把它 matching。matching 以外呢 ，matching 太简单了啦，三十秒内完成，够难了吧？对不对？三十秒内哦，哦哦，我们有六个东西要 match， 对不对？所以这六个东西，你可以让每一组都来六个，一组六个人来试试看。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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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完成，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让大家试试看，三十秒，我们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刚好六组，太完美了吧？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一组一个人，然后一个拉图，一个拉字 ，OK？ 好，那我们让大家看一下，研究一下，大家知道这个顺序吗？好，先拉图再拉字，好了，我们分 part。哦、OK，OK， 先拉图好不好？前四个拉图，后四个拉字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很好，我们等一下一组一个人哦，老师有要跃跃欲试，都准备好了，来，你们三位一组对不对？好，然后呢，老师这边有不好分，没关系，这位老师您先一个人一组，好，好，两个了，这三个一组，然后这三个一组，老师一组，这样一组，好，那我们来，老师请排第一位。好，我们排好再开始。来，老师第一位啊，这一组的哦，太棒了！弟弟来，弟弟来，第二位，太好了，来，同学上场，很好啊。第三张图，这里这三位老师，请问哪一位啊？这好，那这边的老师，好，四位了、啊，我们先来拉图喽。那我们四位先拉图哦 ，OK。好，先拉图的话，应该是要十五秒，对不对？有没有很过分要这样子十五秒？好，十五秒，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这个游戏、哎，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啊？十五秒，要帮我拖好哦，不要超出个框框哦。OK， 好，一二三四棒。好 ，Ready Go Go。对，用手就可以了。哎，老师，哎，来拖，要大力点，再拉一次。对，很好。点一下拖，点一下拖。好，快，点一下拖。五秒 ，Go， 五秒。一只手指就好了，一只手指。对，啊，没关系，继续，没关系。点一下拖，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好，拖。拖，点一下拖，点一下拖。好，点一下，然后拖。拖。好，非常好。哇，我们四个图 OK 了。没错，我的错啦，我刚刚没有让老师培养一下默契，他们四个应该要先拟好战略，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四个就知道了。你好战略，一次一个用力给它点下去，用力点 ，OK。好，我们接下来是15秒，我们要来移动我们的句子啦，来 ，All right。15秒，请来一组一个老师，好，一组一个老师，一组一个老师，来，请派一位。来喽，来挑战一下。刚图片都已经帮你摆好了，对不对？好，老师来，然后。哎，我刚六组是怎么算？我数学不好，对不对？对，我数学不好。你现在需要四组，你需要四个。我需要四个，再挑四个人出来。是，好，这边一位老师帮我排第一位。四位勇者，好，一位老师帮我排第二位。三都来了，三个一起上了。好，来，来，这个老师来，帮我排。两位、三位、四位，好，四位了。来，棒次决定好。棒次决定好，第二位。拟定策略时间，对不对？拟定策略好，来，老师帮我排中间好了。对，可以。好来，没关系。我们 Alice in Wonderland 空的位置是发生什么事？好。好来，准备十五秒哦。我示范一下好不好？这点，直接，然后拉，要用力哦。OK。点拖。好，准备哦，十五秒挑战哦。计时 ，Go， 开始。
然后再拖拖拖拖，对对对对对。Alice sees a rabbit in a coat. 快快 ，rabbit， 点点点 ，the rabbit hopping hoppin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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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对对对对对对对，两秒两秒。The rabbit starts hopping away fast. 啊，先点一下，对，先点一下，再拖再拖，好，用力用力用力，好。The rabbit hops into a hole. Alice is jumping into the hole too. 谢谢老师。恭喜老师，谢谢。帮我发一下小奖品，谢谢谢谢。所以呢，这个哎呀不简单，对不对？毕竟我们刚刚从 easy 直接跳到 hard， 太困难了。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是 medium， 我们 medium 的呢只有句子，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是只有图，所以我们是。对不起，对不起，可以不要生气，喷装喷装，可以分等级、分程度的，让学生来体验复习我们这个课程，对不对？那我刚刚呢，回到一开始，我们其实每一堂课的最后面，一定要运用一下 Smart TV 才可以用的功能来做我们的活动，做一个小小的 wrap up， 对不对？那这个 wrap up 活动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 Big Blue 是几公斤？680 kilograms, right? 680, 680. 我们现在以组为单位讨论一下，你们觉得运用你们的手机、运用你们的网络，哪一个动物最接近680公斤呢？好，来一组，一组，每一组先讨论一下答案，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派出来代表来画出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哦。哪一个最近呢？是老虎呢 ？Tiger 还是 Crocodile 还是 A cow 还是 Bear or an elephant？ This is a brown bear, okay? Brown bear, elephant, a cow, a crocodile or a tiger. 我们直接选三位志愿者吧，三位志愿者。选三位，好好好，老师请上台。好，老师要试试看，好，老师可以可以来。最接近六百八十公斤的动物长什么样子呢？一个喜欢的颜色。680 kilograms。下一位，再一位，举手。哦，弟弟，太棒了，弟弟，你等一下，我等一下送你一本书，小心小心。来，弟弟来这里选一个喜欢的颜色。好，我刚选一个喜欢的颜色。好，那我刚刚呢有藏了一个小小的限制。我们只能画十秒啊，又十秒。哎呀，对不起啦，刚刚没有故意不讲，所以要考验大家的画功啊。等一下十秒，我们大家一起数，我们来倒数。等一下 ten nine， 哎，给他们一点压力。OK， ten nin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时间到。你说时间到多好，对，最右边那一只我有点在犹豫。好，他是 bear 还是 tiger？ 哎，对，哎，这个我们来请大家回答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bear， bear。好，我们先回座，我等一下来公告答案。请问您的答案？大象的屁股，从这边看。哎呦 ，rear view， 哎 ，very good， 很特别的一个 view。好 ，elephant 吧，大象尾巴。哦 ，OK。哦，老师很有概念哦，大家看得出来，老师刚刚讲的有没有清楚？尾巴、鼻子。屁股从后面看过去的，对，很好。老师帮我做一下，我等下公布答案。然后是 elephant， 我觉得第一次这个画的也是很有艺术感哎。Very good， 老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都是 elephant 哦，好，所以就是我们角度不一样哦，就是大家看的东西都不一样。OK， 所以是 brown bear， elephant 两位。好，请问一下 elephant 几公斤？我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我们。课程呢，一堂课有四堂课，所以学生的课的话，他们是知道答案再来做这个作画，所以他们还要把眼睛蒙起来。但我们今天体验一下，所以呢 ，elephant 几公斤呢 ？elephant 400，四千公斤、啊。四千公斤，请问一下，跟680有接近吗？没有、啊，没有，对不起，大象比较重啦，老师有点误会，大象没有那么轻，大象有。4000公斤，非常的重。那我们的，哎，大家看一下我们弟弟画可非常可爱的 brown bear， 对不对？太可爱了，我加一个小尾巴，表示他不是老虎。OK， 好 ，very good， brown bear 是正确答案，大家给弟弟一个鼓掌。刚刚有说送一本书是不是？对，我等一下送你一本书哈，等我一下。所以答案就是我们的 brown bear， brown bear， 所以 brown bear 多重？
包贝尔呢大概是600到700之间，哦，所以是最接近的 brown bear， very good。好，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的小活动哦，所以来我们的这个呢页面呢，是让大家各组想一下我们的 farm animal。我们这一课在教 farm， 因为 elephant 刚刚两位画的 elephant 其实是一个 farm animal， 因为它可以，它的大便其实是可以做成咖啡，而且很贵，很贵的咖啡哦。所以我们那一课是在教这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大家小组讨论一下你们的 farm animal， farm 你们的 farm animal 是什么，然后你们的 farm 要叫什么名字？Choose me， 老师。是谁叫 choose？ 29号老师。老师，我们刚刚有一个秘密，你有没有？我们有任务的哦，有任务的哦，你的有任务的哦。你的 farm 叫什么名字呢？要说出我们的金句。Choose me， 老师。获得。Choose me， 老师，咚咚咚来到台上了。Okay， welcome to how about ViewSonic Farm？ Welcome to ViewSonic Farm， 谢谢。Okay。恭喜老师，哎，老师交给你颁发这个7寸的手写一级荧幕了。